你喜欢他到底是怎样的女人？你会接受我跟一个听不见的人谈恋爱啊？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孩子能够让我们家听过这么的美？那个女生听不见你，先做一个嘴哦，可怜哦，安尼一搞。他不是哑巴老板，他是听障朋友，他的手语名字是。我喜欢你，我想当你男朋友。再也不会理我了。